还有谁没有拍到呢？ Anybody else？ 有想到是你上台吗？有心理准备吗？没有，因为今天中午我爸妈上来台北，然后跟我吃饭的时候，我妈跟我说，我没有想到你竟然这张会入围，对，所以，对，然后我跟我妈说，所以，对，不止入围，就是我还得奖了。那这张因为是我自己的第一张全创作跟制作，所以意义特别的不一样，所以我也要非常谢谢这张专辑的共同制作人乐伟跟三秒，对，然后也谢谢金曲奖。恭喜你得奖。那刚刚的名单都补齐的吗？对，没有补齐的，我可能会在粉丝页慢慢补。那刘妈妈的在了，我们创造一个男女歌后的画面，好吗？